要运动一下，怎么做这样子？对不对啦？来烤哦，都烤好。赞！我希望哦，政府单位哦，会当哦，更加给咱这额外产业，再给咱辅导，再给咱哦照顾一下。快乐哦，我大家嘛该快乐。非常感谢他们，我们所有的员工。把信啊送到啊，收件人的手中啊，看他们微笑的表情啊，是我们最荣耀的一件事。这样子，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，喜乐的心就是良药，可以让你天天充满快乐。最希望旅客带着微笑来到这边。大家长快乐哦！哪里有需要就往哪里去，当下速，你要幸福。我们都需要爱，有情。今天我们要结婚了，我们等候神等候了七年，神来赐下我们这样可爱的产业，真的很感谢。就是人与人之间，就是要相处的好，互不相处。最想感谢的人是我的阿公阿嬷。我爱台湾。不管是食物，还是健康，还是这个地球、这个世界的环保，应该认真来做。今年最感恩的还是我的家人，因为我的家人支持我，不管。在我自己的梦想上，还是我自己的生活上，都给我很大的支持跟照顾。人会当抓较高嘞，鱼也抓较高嘞，啊，较大赚钱。很平安啦，大家都过得很平安，就很好了。真感恩哦，感谢上帝恩宠，让我的后生会当倒来接我的事业。我真欢喜，我欢喜做基督徒，福在真心。比较难过的事是因为爸爸生病。可是呢，我觉得我在这件事情上学到的一些功课，就是凡事要放下，然后凡事交在上帝的手里。我们在环境当中也要忍耐，忍耐能够让我们更有信心，然后让神也让我们更有盼望。在这块土地上，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幸运的人，可以有一个像这样的创作空间。当学校提供一个很好的舞台的时候，其实学生正在改变。我们很希望可以到这附近的社区，跟年轻人、跟这些孩子、弱势的孩子传福音。大家的生活还是都活在很幸福的这个当中，然后也没有什么很大的天灾还有灾难。我很感谢吴先生这样子，因为我经历很多很多很多的事情，然后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。上帝所赐一切出人意外的平安，会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。我们在想，好消息。赞！大家拢足感恩啊！你。